北市中正区同山街国有土地地上权案昨日开标，由富邦人寿以6.88亿元得标。本案是国防部与台北市政府共同开发，为双方合作的第四笔土地开发案。尽管今年房市冷清，富邦人寿频频列地，商仲业者分析，寿险业资金仍很丰沛，还是勇于出手。该案土地位在中正区同山街、同山街11巷及泰安街6巷内，面积501.5坪，基地方正，使用分区为第三种住宅区，距离捷运善导寺及忠孝新生站约750公尺，且临近台大社科院校区。同山街这个地上权案子很开心能够由富邦人寿得标哈，这个是我们跟国防部第四个合作的一个开发案，那对他们的眷改基金的帮助很大。好，那未来是可以开发做商务型的一个不动产哦。那如果要做旅馆的话，可能要还要经过我们市政府的相关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同意才可以办理。标的本身条件很好，还是有蛮多投资人有兴趣在评估，甚至最后到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标案的出手投标。动新闻，财团出手就是几个亿啦。报道。